送走我的孩子，我妈妈这两天老是陪着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他没有把你送去收养，所以我必须看着你。我不想离开我妈妈。妈妈呢？不要送走我的孩子。谁要送走你的孩子啊？他们想送走我的孩子。不会的，你想多了。怎么可能不想多呀？有我妈看着我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去拉个粑粑。小花牛这一点做得很好啊，不随地大小便。我可听话了，我都上草深的地方去上厕所。上好了。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在这儿呢。妈妈，妈妈，咱们一起去玩吧。大姨二姨也来了，看见谁了这么汪汪的？不能乱丢东西，给我放下。这个挺好玩的，拿来吧，不能乱丢东西，听见没？你看我长牙了，你看看，看看呢。你藏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怕我大姨二姨盘我。快出来吧，他们回锅炉房了。这么快就回锅炉房了？不玩一会儿吗？还玩，天都快黑了。我挺想跟他俩玩的，要不我跟你玩一会儿吧。拉倒吧，我得回去做饭了。待会儿吧，有空来啊，我送你了啊。